大家好，我是车元素的负责人林哲。今天我们将参加泛珠赛道英雄千六组的比赛。我们的赛车是旁边这台黄色的飞度，我相信大家应该对它都有所认识了。那我们得到了 Fine Moto 啦、行车时代还有 DBA 的支持，还有我们最重要的陈宏伟朋友的大力支持呢。今天我们会好好努力，争取拿到夏季赛的冠军，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了，谢谢。